Mami. Mami.我想跟你单独聊聊。大龙，先走。好的，我走。马明，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农夫和蛇的故事。有什么话说吧。我们就要毕业了，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。我们进去喝杯咖啡，聊聊。我可喝不起咖啡。我请客。进去吧。走吧。东，我们俩走的不是一条道。马明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我妈伤了你的自尊心。这本来就属于你的。好的，姑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去机场接您。我知道了，好。宝拉，宝拉，宝拉，姑妈说过几天就到上海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哎哎哎哎哎！别放我下来，别！哎呀，放我下来！啊，你忘了？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我忘了。我晕了。没事吧？哎呀，
万一不喜欢我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不会的，怕什么？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而且又怀了墨家的后代，他高兴都来不及，怎么会不喜欢呢？没事儿，别担心，来。妈兰，姑妈跟我说了，我是墨家唯一的根苗，她将来想让我去英国定居。就你呀？还有你啊，我们。我一下要出国了，我简直不敢相信啊！有什么不敢相信的？你就知道上海，世界大着呢。你看，这是我买的世界地图，那是英国的大笨钟，法国的埃菲尔铁塔，还有意大利的斗兽场。威尼斯水城，我一定要带你周游世界，要逛遍所有的地方，这样才算做过人。一件小衣服找不着，你有没有看见？什么小衣服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就是我那件蕾丝花边的内衣，我记得本来在抽屉里头，可是我现在找不着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件衣服很贵的。我干嘛拿你那不干不净的东西啊？什么叫不干不净啊？什么东西丢了？芳芳，拿了姐姐东西就还给她。哎，不是妈，我拿那东西干嘛？我有病啊！到底什么东西啦？哎呀，妈，就是内衣。哎呀，你这种东西谁要啊？是不是自己忘在哪儿了？我不可能忘记的，那是我在华侨商店买的，很贵的。我就记得我洗完之后，摆在抽屉里头了。弟啊！哎，哎呦，哎呀，主任，兄弟，我们这个来调查一下啊，那个你们家有没有少东西？我们家没少什么东西啊，什么都没少。是这样的情况啊，最近啊，弄堂里面啊，很多晒在外边的女人的东西啊，都被人家偷了，这是严重的流氓行为。你看现在派出所的同志都被惊动了。就是。也还好嘞，我想的太明了，你好惨！哎，不要哇啦哇啦了，你们的事情我都记在上面了，现在正在破案的嘛。啊，跟你们家到底有没有少东西？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没少，孩子们也没说少什么东西，现在没有。哦，你看这一家就没有少东西。那好啊，那没有丢的话，以后发现什么蹊跷的事情，马上要给我们汇报。哎，好好的，好，一定的。哎，那哎呀，这个流氓，我要不抓住他，我就不姓张。那我们上下一家看看。好，这个流氓真是。啊，回去了啊！哎，主任，那警察同志快走啊！好，哎，好。还说什么？这种事情，家里丢的东西还好，现在弄堂里也丢东西了。人家一听，还以为你弟弟是偷的呢，性质就不一样了，要判刑的。是，到底有没有拿你姐姐东西啊？哎呀，你发什么神经啊你？哎，干嘛呢你？你干什么呀你？好，松吧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是不是自己丢在哪儿了？你别忘你妈，赶紧搜啊，看有没有啊！好了，是我忘在医院里，我明天去找吗？还搜啊！搞清楚呀，不要随便冤枉人的。妈，你吵什么吵？吵吵吵，烦死了！还让着我做功课了。行了行了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在外边不消停，怎么家里也不消停啊？没说什么，我们在说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吃饭。来，吃饭，快吃饭。马拉说什么女人东西不见了？你说是我偷的，我什么时候偷过那东西？你少说两句。丢东西了？哦，对了，最近弄堂里倒是经常丢女人的东西，怎么着？咱们家丢了？我们没丢。丢了。这弄堂里丢东西那是外贼呀，那家里丢东西那是内贼呀。干嘛瞪着我？我又没有偷。你看你那个小次郎那个样，看就像个贼。我没偷。
那你说，咱们家这五口人啊，谁长得像个贼？你说我像是吧？那不是你生的吗？打个小刺喽！你打你打打你喽啊你！好啦，哎爸，是我记错了，说不定我放在医院里面，我明天找。可能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事情还没弄清楚呢，真是的，戴了帽子脾气还那么大。我是他老子，他是我儿子，我不能训训他吗？小刺喽，天天在外边惹事啊，他惹的事越多，我这个帽子能摘下来吗？我要是偷了女人的什么东西，我出门没狗咬，被汽车撞死。好累呀！你爸，你消消气。你坐，你坐。你看我这两天作业少，我一口气儿写了10章的思想汇报。张主任什么时候要，你就什么时候给他，有备无患嘛。你看看你哥哥。这才是好孩子，你再看看你，什么东西？你听听人这名儿马明，一鸣惊人。你再听听你那个倒霉名儿马蜂，你就是个马蜂窝。你这还不是都你起的吗？吃饭吧，快盛饭呀，给你爸盛饭。去去。累了一天了，快喝两杯。喝什么喝？把这个小刺老气得我饱了都。哎，爸，你别生气了。小莫送了好多好酒给你，我倒给你喝啊。妈，叶大龙管我借的作业我还没还我呢，我去找他要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妹妹，吃了饭再去吧。我回来再吃吧。妈，我也出去的。在院子里的角落里找到的。过来。好啊，马芳，搞了半天，原来弄堂里的东西还是你偷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把胸罩还给我你就没事了？这叫不打自招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这不是我偷的。不是你偷的，不是你偷的，这胸罩怎么会在你手里呢？不是你偷，谁偷的？你说呀你，反正这不是我偷的。你还犟，你还犟是不是？这东西也不是我偷的。拉拉，怎么还不去上班呢？我马上走了。你还犟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你就飞到派出所，你才承认错误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再不学好，再干这种下流的事，就跟你新账旧账一块算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还有，这个东西，我现在不要了。真是的。马芳，你鞋也不脱。我帮你把袜子脱了吧，一会儿我帮你洗了。马明，你给我记住，你永远欠我这笔债。从此，马明的心头永远烙上了一道亏欠马峰的烙印。哎，马拉，马拉，来，别走啊！我都在这等你半天了，你一句话也不跟我说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谁跟你说话？你走开！哎，
我知道，你是怕这熟人太多，被人看见不好意思吧？那行，下回我在别的地方等你。你趁早死了这条心，不管你在哪里等都是没有用的。我不怕，我年劲十足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你再年都没有用，你以后离我远一点。来，慢。要不我叫我弟再打你一次。我不怕，为了心中的爱人，就算未来小舅子把我打死了，我都愿意。怎么会有你这种无赖呢？爱称，这绝对是你给我的爱称。行，无赖就无赖，你骂我就是爱我。我陪你去吃吃饭，逛逛街，走。我走，你放手啊！放开呀！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他耍流氓。光天化日，你敢耍流氓？你不怕警察把你抓起来啊？你谁呀你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有多远滚多远。她是我女朋友。她是你女朋友？大白天你做梦的吧？你搞搞清楚，她是我女朋友。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啊？你三十出头了吧？麻辣才多大呀？她是你女朋友，你配吗你？我三十出头怎么了？三十出头她就不配做我女朋友吗？你让她自己说，你是不是我女朋友？你告诉她是不是我女朋友？说呀、啊！说。看见没有？人根本不承认。你没看她坐我摩托车上了吗？起来了，有摩托车了不起啊？啊，没准偷来的呢。我跟你说，行了，靠边站吧。啊，扯淡！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打人呢？啊，你还真打呀你？打你怎么了？我，我这你是，我耍流氓，你打他干嘛？没了，身体要紧。打架是吧？啊，好，我这有50块钱，谁帮我揍他，这钱就归谁。有上的没有？这下太嚣张了，当众上马。是你耍流氓？你们都干嘛的？有你们什么事儿？来，叫你耍流氓，叫你耍流氓，叫你耍流氓，干什么？叫你耍流氓，叫你耍流氓。好了，好了，别打了，再打出人命了。小侧漏，老子没有你力气大，但老子比你有钱。拿着，以后我再见着你骚扰马拉一次，我就再出钱找人打你一次，直到把你打服帖为止，懂吗？好了，拿去当药费吧。马拉，你会后悔的，他在玩弄你的感情。小莫的姑妈今天中午就到上海，晚上请我们吃饭。哦，听到没有？我得去做头发。哎，吃了再去做吧。不吃了，妈陪你去。老头子，等下你洗碗啊，给我解开，给我解开，快点。呀呀呀！哎，水马上开了，你灌水啊！
就是个事儿妈呀。师傅，这卷够不够碗呢？啊，够够够。喂，你看你看，这边好像不够碗，等一下再卷卷吹吹。够的够的。哎呀妈，好了啦，别瞎指挥了啊。行行行，我不管。哎呀，你女儿真漂亮。啊，我女儿马上要结婚了，她老公的姑妈在英国呢，回来了晚上请他们在和平饭店吃饭呢。啊，和平饭店那可是外国人出入的地方。就是你女儿嫁到这样的人家，那可真是好福气啊。哎，师傅你看这个，你怎么挂下来了？妈，行行行，不管。昨天啊，我们街道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我参加了。根据会议精神，那个我们这一次呀，要给一些表现突出的啊，突出的和积极参加改造的坏分子摘帽子。回头再议论，回头再议论，先听我说。但是这次摘帽的名额是有限的，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还要积极努力的改造，争取早日回到革命群众的队伍中来。我一定努力争取，好好改造，好好改造，党或政府宽大。好，会议传达就到此结束，大家该干嘛干嘛去吧。马一毛，你在这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扫街道？哎呦，你哪里来这么好香烟？又搞投机倒把了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现在头上的帽子还没摘，我不敢不敢。那你拿这么好的香烟给我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拉拢腐蚀国家干部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哎呀，主任，我更不敢了。你就是借我几个胆儿，我哪敢拉拢腐蚀国家干部呢？这烟呐，是我们家马拉的结婚喜烟。哦，马拉要结婚了？啊，是是。哦，我替孩子给您点上。嗯，那倒是应该抽的。哎，你这个毛娇女婿又是好烟又是好酒的，蛮有钞票的嘛。啊，主任，嗯，我那个毛头女婿呢，不光给我准备了香烟，还给我准备了一些五粮液、洋河大曲、汾酒，哎呀，那味道就是比二锅头好啊，又香又重。废话，一分价钱一分货。主任，嗯，我给您备了几片，晚上您到我那儿去吧。哎，以后再说吧。您那女婿是谁？啊，他跟吴根弟是一个单位的，姓吴。哦，莫文辉吧？哎，对对对。哎，这小子现在可抖起来了，穿的是山清水绿的，而且还买了辆大摩托，是吧？是是，他有一个姑妈在英国，据说是挺有钱啊。这不今天特意从英国赶到咱们这儿来参加马拉和小莫的婚礼。这马一毛，看来你也要抖起来了啊！马拉给你找这么好个女婿，你老东西将来要享福了。将来，主任呐，我现在呢，就是想赶紧把帽子摘了，要不然我没脸见人呐。倒也是啊，不过你自己也要努力啊，到时候呢，我也会帮你的。不过这次啊，
你还是很有希望的。好，谢谢主任，谢谢主任。啊，去把阴沟都掏干净啊！是是是是，嗯是。来，去吧去吧。莫文辉给马拉描绘了一幅当上有钱人阔太太的美好图景。这些对于渴望走出穷街的女孩来说，永远是一种诱惑。但兴奋之余，马拉隐隐又有一丝不安。万一你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呀？不会的，紧张什么？她是我姑妈，我是她唯一的亲人，我喜欢她一定会喜欢。我去接她的时候，我把你照片给她看了，她看了以后很高兴。没骗人？没有，是这边吧？对。哦，好。姑妈，小辉。啊，姑妈，这个是马拉。不用介绍了，我都看过照片了。姑妈好。你好，来坐，坐下聊吧啊。来来来，马小姐，挨着我坐啊。好，谢谢姑妈。坐啊。一晃啊，我离开上海30多年了，早就缠着吃家乡的菜了。哪位点菜啊？我来。有响油鳝鱼吗？有。太好了，来个响油鳝鱼。哦，八宝鸭。嗯，茄汁鱼片。再来个红烧狮子头啊。就这些吧。啊，先稍等一下。姑妈，您喜欢吃狮子头啊？是啊。马拉会做，做得非常拿手，可好吃了。是吗？马小姐这么能干呢。那明天啊，到你家去吃饭，嗯，尝尝马拉的手艺。姑妈，您放心吧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人家马小姐既漂亮又能干，你娶她做太太呀，真是天大的福气。我跟马拉是一见钟情。是吗？啊。我这辈子啊，就是没遇到中意的男人，现在啊，成孤老婆子了。姑妈，您别这么说，您不会成孤老太婆的，有我呢，现在又多了马拉，我们将来一定会照顾您的。是啊，姑妈，我是护士，我懂护理知识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现在啊，身体还可以，用不着麻烦你们。可是啊，人老了，总有动不了的时候。我想以后啊，让你们到英国和我住一起，也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。当然愿意。马小姐，你呢？我也愿意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特意啊带了这小礼品送给你表表心意啊。姑妈，真的不用不用。好了，姑妈一片心意，收下吧。啊，谢谢姑妈。主任，我两爷剑南春。哎呀，主任，好久好久。是，我现在的身份不能陪您喝了，您回去慢慢喝。嘿，那可不行。哎，不能要，不能要，这个不行。怎么不行呢，主任？主任，嗯，这是喜酒，喜酒沾沾喜气嘛。哦，这是喜酒啊。哎，哦，嘿嘿嘿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哟，蛮重的嘛。好酒嘛，醇所以重。哦，有道理有道理。那我就走了。好好好，走好，主任。哎，马姨妈，你这个思想总结不行啊，太空洞，要重新写啊，从你的思想深处啊找找原因。是是是啊，就这样，老老实实的啊。
主任，坐好啊。好，快点。你别给我兜圈子了，小辉，你说句实话，他父母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可这有什么关系吗，姑妈？关系可大呢。小辉呀，你好好想想，咱们墨家现在就你一个独苗了，你要为墨家传宗接代，你和马拉绝不是同一类的人。姑妈，可是马拉对我有恩，我不能背叛他。姑妈您知道吗？我一直在给您写信，一直没有回音，后来我绝望了，我就跳进苏州河自杀，是马拉和他弟弟把我救起来，否则我早就完蛋了。小辉，你自杀过？人不能恩将仇报吧？人不能翻脸不认人吗？哎呀，你报恩也不一定非要娶她呀，你可以采取其他的办法，你多给她点钱，要么呢，你可她不是贪财的人。如果她是个小职员的家庭或者小知识分子，我都可以认呢。可他父亲竟然是个杀猪的屠夫。不是屠夫，是卖肉的。卖肉的不就是屠夫吗？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，你不许娶她。姑妈，您听我说，马拉她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了。孩子可以打掉，所有费用我出。你到英国后，我可以给你介绍许多上流社会的女孩子，包括欧洲姑娘，任你挑任你选，你干嘛非要娶马拉不可呢？姑妈您别说了，我一定要娶她，我非娶她不可，您就同意吧，我求您了，我给您跪下行吗？莫文辉的内心如被雷霆击中，他这时才第一次深刻感悟到，穷富之间的鸿沟居然是如此的不可逾越。给我听好了，这枚戒指是我为你妻子准备的，如果你一定要一意孤行娶马拉小姐，你就拿去，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要找我，咱们一刀两断。姑妈，你不要觉得姑妈绝情，这都是给你逼的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好久了。你怎么了？才离开一会儿，就这么想我？哎，你看，我带了姑妈送给我的项链，你看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哭过了？没有。出了什么事？没有什么事，坐下说。是不是姑妈不同意？这是姑妈给的2万块钱。干嘛？妈希望
希望我们分手。你同意吗？我妈说，如果不同意，她就跟我一刀两断，以后什么都不管我了。完了，你知道，没有姑妈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我就是上海的一个小瘪三，一个在里农生产组工作，一个月只挣二十几块钱的小瘪三。这就够了，真的够了。只要我们真心相爱，钱不会是问题的。你忘了，我一个月的工资有42块钱的，我们加起来正好可以过日子的。你说的那种日子是勒紧了裤腰带过的穷日子，我再也不想过了，我穷怕了，我真的穷怕了，我再也不希望别人看不起我，我再也不想自杀了，懂吗？你以为我喜欢自杀吗？你以为苏州河水很暖和吗？钱拿上好吗？把钱拿上，把钱。放开我！你有钱了不起啊！有钱了不起啊！在你是穷光蛋的时候，我就把一切都给了你。你现在翻身有钱了，你就这样对我？礼拜的啊，知道了。要一定要黄道吉日的啊。哎，这儿有一个。哪天啊？哎呀，这倒是18号，日子不错。18号挺好的。啊，哎呀，不行，这内容不行，内容是易出殡。乱七八糟的。要写婚嫁或者是嫁娶两个字的。哎，这有一个。
继婚假，假什么继婚假？不是继，是义，义不是继，义。你什么时候能把你那个舌头捋直了？哎呀，快找快找，不要翻来翻去这那两张，往下翻呀！别翻了，再翻明年了。哎呀，别着急嘛！哎，这有一个，27号黄道吉日。哎呀，兰兰，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摇摇晃晃的，喝酒了？兰兰，一个女孩子跟人男方家长见面，喝酒可不好啊。怎么一个人回来？小木怎么不送你啊？啊？哭了，怎么了？闹别扭了？妈妈，别光哭啊！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哎呀，快说呀！你说呀，问你呢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小莫那个姑妈不喜欢你啊？啊？说话呀！说呀！是不是和小莫结不结了？他把我甩了。